上帝对每一个人拢是公平，不管你是王永庆、陈水扁，还是咱蔡文杰总会长，还是咱台湾上好仔的郭台铭，郭台铭的女朋友，香港上水的刘嘉玲，还是咱刘嘉玲边啊台湾上烟斗的郭献祥，不是啦，刘嘉伟。每一个人每天24小时，你甲你加一分钟，也袂甲你减一分钟。讲24小时之内，你做真多真侪代志，有诶是你爱做诶代志，有是你无爱做诶代志。不管你是啥物代志，我会讲的是每天上重要一件代志。这件代志每一个人拢会做。啊，不管你是王永庆，你是陈水扁，还是咱蔡文杰，还是郭台铭、刘嘉玲、刘朝伟，拢相像。这款代志啥个咧？碰巧做这代志，一定要先痛苦。有人说用卫生纸来用用最强，洗一下身躯，嘛都是可以。做这款代志，普通时阵爱关门。但讲你无关门的时阵哦，你做迄个代志，有人看到，甲底下一个人拢会歹势。做这款代志，咱做习惯做，但伊习惯做你要注意哦，要找迄个软的草坡，啊，低的树、树丛啊遐呢做。做之前爱四周围看下，敢有啥物不顺鬼？怪拢住伫边啊！当初大陆开放观光的时阵，有人建议讲，每一个观光客爱带一个雨伞，这是真好的建议。做这款代志，迄个姿势无啥物分别，不管你是查甫的，还是查某的，姿势差不多拢相像，但是拢无看你倒咧做，但是拢你倒咧做吼，一定有毛病。一天做一遍，会使。做两遍、三遍，也是可以啦。但超过四五遍，安规日规日来拢无做，安尼有问题。你最好去是查证实，伊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伊甲你解答。我讲的什么代志呢？大家拢要着，唔知要着呢？因为讲人应该会，你当讲我袂讲的呢？你若讲迄啥物进出口，咱会袂使呢？我讲代志是放屎啦！有人讲我讲放屎真歹听，无人咧讲放屎，应该讲大便。来讲在座各位，你有倒一个恁老母老爸甲你讲，哎，报应城啊，进去大便，大家把拢进去放屎。既然讲大便是每天爱做的代志。那我建议讲，首先你早起起来先做，早起来哈，大便大了通通，你规工拢精神上。我像咧有一个部长，把伊个副秘书去摩天轮，去做大便的所在，伊毋是进出口呢，伊敢若出口尔。第二。你若讲你每天都爱做诶代志，为虾米唔该做较好势？那就咱应当做小事。所以大便时阵，你找一个笔、一个纸记录一下。今仔是较软还是较硬？今仔色是红色、白色，可能无白色啦吼，乌色。啊，粪尿是多还是少？讲啊，写了摕互你太太。你太太摕着这个单去菜市啊买菜的仓库，但讲明仔大节大节啊，说无够好势，你找你太太好。第三个，每天你变数大的时阵，差不多想就爱二三人物件。在这个内底，你想好是准备你的演讲稿。所以讲，我咧做教务处会长的时阵，你会甲我讲，我无时间通准备。你敢有时间去大便？有啊，大便拢有啊。你有大便时阵，你准备去演讲个教。
你刚刚要准备好些嘛，你那没好手呢。我们门拢关起来啊，无人看啊，你做你没好手。你想要找一个林志玲的海报，放在遐，伊马上爱康泰出来。台语全部讲过，台语嘛讲会好，赚，台语嘛讲会水，赚钱啊属于赚水，台语嘛讲会通，你需要的温先讲，我即马改变，台语嘛讲会水，你的台语嘛讲会水，你的需要赚钱啊属于赚水，你台语嘛会通，你需要的先讲，最后祝福大家。每年大病通通，顺利成功，多谢你。